天天让我有时间读书，我就要求这么两个条件，他满足我了。其他的什么都不要。还要搞30年，不是3年的，3年不行啊，30年把习气磨掉啊，习气磨掉是智慧，这个才现前，智慧现前，那个德相，德相我们今天讲福报的跟着现前，那是其次的，这是附带的，我们不求福报。我们只求智慧。福报是自然来。福报来了给大家享。我们不要享这个福报啊，名闻利养都不要啊。跟一切人都是朋友，朋友自在。这许多国家的时候跟国家领导人朋友跟贩夫走卒也是朋友平等呐、上跟帝王平等，下跟乞丐平等呐、你说多快乐内心里头没永远没有对立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今天讲和平，你还跟别人有对立，那和平怎么会落实呢？那不可能嘛！对人、对事、对物，对立没有了，化解掉了，内心呢和平得到了，自己得到和平才能帮助别人得和平。那我们讲个容易懂的话外面眼耳鼻舌身和平了，和睦相处不打架了，里面五脏六腑和平了，身心健康那为什么会生病呢？生病就是它不和，里头五脏不和，不合作你才出毛病毛病的根就是佛讲的三毒三毒是贪嗔痴那是极端的不好那个是病根，所有一切病的根源贪嗔痴，所以贪嗔痴不能够不把它解决那要是转贪嗔痴为戒定慧转贪心为戒，转嗔恚为定，转愚痴为智慧，不能把它消灭，消灭不掉的。如果贪嗔痴消灭掉了，戒定慧也完了，是吧？戒定慧也消灭掉了，是吧？所以是这个不能，它是一体，它是一体，觉了就叫戒定慧，迷了就叫贪嗔痴，它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所以这个道理很深下面第五呢，这是弟子等修学办学，虽历经14年，除了一般苦干的傻劲以及祈求佛力加持，该如何评鉴个人修学办学是否真正如理如法？这个标准是在经典依照经典决定没错如果我们个人谈的是什么标准，那都是假的所以真正这个自己修行跟办学学能办得成功是你的修学成就，自己修学不成就，你的办学不可能成就
啊，这是这一点，我们在讲经的时候也常常提到。啊，世间，啊，不能是中国外国。啊，真正是大圣大贤，几乎都是选择教育。啊，这个世间行业很多啊，他选哪？他选教育。啊，我们从什么地方看？从全世界宗教的创始人啊，诸位要晓得，宗教都是社会教育啊，佛教是教育啊，其他宗教也是教育啊，这一些都是圣人，都不是普通人啊，他们舍弃这个世间各种行业，他来搞教育啊，他的教育能搞得成功，能够有那么多人跟他学，而且传的时候千百年啊，靠什么呢？自己做到了才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孔夫子我们知道啊，他老人家过去周游列国啊，目的呢是想求一个一官半职，好来施展他的抱负啊。夫子一生最敬佩的是周公，他非常想学周公啊，但是当时这些诸侯没有人用他啊，在外面搞了十几年没人用他，这才回到老家。回到老家老了啊，68岁了啊，所以回去之后把这个念头打消了，教学啊，他73岁走的，只教了5年，5年有这么大的成就，靠什么？自己做到。这是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呀，这最好的答案啊，夫子本身做到，所以他教学成功啊。你看看3000弟子，那是跟他学的人呢，亲近他的人啊，72贤人呢，真正有成就的72个人。那么中国这几千年来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很多啊，啊，时间也比孔夫子长啊，有几个学生出来呢？啊，哪一个人的学一生的成就能跟孔子相比啊？72个学生啊，在历史上找不到。啊，过去没有啊，将来恐怕还很难。这是被后人尊称为至圣先师，有道理。啊，释迦牟尼佛那是真聪明。啊，他是王子。他可以继承王位，不要不干。孔子还想去做官呢，他有官有皇帝做都不做，他丢掉了不干，专门从事于教学工作。他教了49年，那这个了不起啊！他做的比夫子还要彻底啊！我们今天讲的一些戒律，他全做到了，都是他是日常生活记载下来这些戒律啊。啊，他全做到了，所以他的成就高了。我们常常在经上读到他这个长岁众啊，1255人成就的。啊，夫子成就72个人，释迦牟尼佛成就的1255个人，出家学生，在家菩萨不算。啊，这个就说明自己修学成就。才能帮助别人成就啊！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建这个中心，这在试验呢。中心大概11月可以完工，啊，我这次就看了，跟他们大家谈谈话，见见面。